ยองว่านี่เอาไปเขายุราออซ้ำจะไงซาบาลี大家好我是黄万妮啊不是黄俊浩吗你是黄俊浩萨巴黎大家好我是黄俊浩萨巴黎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要耗行假了一天今天要去干嘛打针打针哦因为要耗要快上一年级了还要打疫苗针上一次去打了一针还有一针今天医生可能约是两点钟左右今天早上你想干什么没有去读书了写字好不好好好、哦、写字哈我们先玩游戏好不好这样看镜头谁笑了就输输了你就如果你输的话你就亲妈妈妈妈输的话妈亲你好不好来来低那么低干嘛头嗯思维水下面怎么读嗯，这个吗？嗯，多多。嗯，写。是文水多多水多。可以。可以，赶紧写。嗯，妈妈看一下，要跟上面这个字一模一样吗？这不肯定，上面这个字要对，要写的好看一点。再老的，一个一个来嘛啦。这里有一个好好写完作业了就做中午饭吃好嗯里面还有两个妈妈看到了看见没有好还有红的全部要快点哇今天好大的太阳好那里还有个这个更好嗯那个要那个不要哎要要要等下蜗牛把它撕坏了快点好热 OK OK 出来嗯没有去上学也可以干活我看一下你的菜哇奶奶种的好哦你看番茄真的红红的做什么吃的做辣椒番茄辣椒番茄西红柿炒鸡蛋对好不好好快点婆婆要跟你说话婆婆问你为什么不去读书今天我来帮骗你怕不能你怕被安安杀鸭见口面不能你进不能杀杀鸭干净的口我用手把不好弄特别就进你呀来ตรงในมีลายยางประกอบจังในเขาฟ้อนหล่อยอว่านนี่เอาไปเขายุราออซ้ำจังไงเขาห้องเฮียนพวกหัวเขาห้องเฮียนปอนึงเหรอเด้อปอนึงเหรอข่อยเก่งบ่เก่งบ่เออ刚刚你们在聊啥哦浩浩说我们一上学就想给他外婆开个视频你看是想外婆啊啊我妈说今天怎么不上学我跟他说要带他去打针然后就问我报名怎么样了我跟他说还在等报名已经丈母娘说不用他担操心在中国哪里都可以上学咱们现在只是说离我们家近的那个学校报名还没报成功啊我跟他说我们再报一下他很担心的我还跟他开玩笑要带他到老挝去上他说哇不行不行中国人要在中国读书他说对咱们中国教学质量各方面条件肯定比老挝好不少啊啊对我妈就这样说好给丈母娘说不用担心啊赶紧把饭做来吃了送婆婆去打针菌子炖鸡肉哇好香好香啊
洗锅了，准备。这清汤鸡肉要备点辣椒。嗯。专业，这就叫。好好，洗手吃饭了，快点。要勇敢一点，给你打针好不好？多吃点啊、哦，等一下打针就不会疼了，一下就就像蚂蚁摇一样的就好了。这个鸡肉如果有豆地公来炖的话就，外地的朋友都不知道豆地公是什么，只有我们当地才知道。那普通话怎么说嘛？鸡中。鸡中。哦。鸡中也不是吗？嗯，外边好做。这针是不是打屁股啊？打这里，今天你穿的有点像东南亚的风格。哦，对。站起来。大象裤子，站起来看一下。大象裤子。哇、哦，好帅啊！打这里我要哭，打这里我就不哭。哦。这里了，你是东南亚大佬，不哭啊。别打针。别打针。你去看什么？啊？去看啥？打针。你去看打针了？打哪里的？刚才那个小朋友被打哪里的？我不知道，我没看到。没看到。看到了吗？打屁股。打屁股。你怕不怕？不怕。我打这儿。嗯，勇敢哈。流起来，是这样的吗？是吧？我太难了。这样子，不服哈？多痛，七号，太不痛了。好舒服。好舒服，舒服是吧？好痛。我还要等着。可以，可以，可以。该不疼了。第一次这么勇敢啊！对，勇敢，勇敢，勇敢，可以，可以，可以。怎么样？该不疼啊？不疼了。切块看到没？不疼。小 case， 是个小 case， 是个小卡拉米。可以走。